这个视频用来介绍这一款纽约国立的上衣，然后这一款呢它是属于复古风的，然后它的面料是 fully cotton 100% cotton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一点都不会透，然后也是有点弹力的面料，然后穿起来真的很舒服。然后这一款呢它的袖子是泡泡袖的设计，然后它的设计不会说很蓬，所以穿起来不会让你手臂看起来很粗。然后另外一点呢，它这里其实是有那个弹力的塑胶弹力，然后弹力很大，所以不用担心穿起来会很累。然后这一款呢我们建议是跟黑色的衣服配搭，或者米色的，然后这一款你可以跟那个黑色西装穿也是很好看。我们只有一个 size 是 free size 的，可是设 size S 到 size L 的女生，然后因为它的弹力蛮大，所以 L 的女生你不用担心觉得它穿起来会很紧或者透破气，然后穿 S 的女生你不用担心觉得哦可能会有点松，因为它的弹力蛮大，所以它会蛮服帖身体的。